叫什么呀？啊？中午啊，吃个午饭啊。哎，大家中午好。中午我们随便涮个羊肩肉吃吃，要好吃，爱吃。别叫，别叫，别叫啊！大中午的呢啊！我家狗在院子里面。九月早上一直会在院子里的。它有时候想进来，但是我想让它晒晒太阳。中午呢，随便吃点涮肉、羊肩肉。把这个放在那边。把这个放在那边是吧？好嘞。
哎，太好了！羊煎肉片来啦！哎，还有一顿的羊煎肉片，咱们可以这顿就把它给吃掉。可以了。那这两天也没什么事儿，天天在家里瞎晃的，看看书啊，听听新闻啊，听听音乐，每天都这么安逸的。这两天呢，天气不错，但是只能近的地方走走，出远门呢，天气还太冷，就气温也就10度上下。到明天呢，气温开始会有回升。明天12度，后天16度，再大后天17度，后面20度都会有，要进入春天的历程了。然后呢，太太在厨房里帮我做个汤底。今天一早啊，起得很晚，早上8点半才醒的，家里9点半才吃的早饭，所以现在也不是特别饿。早上最近这段时间不想吃面包了，多多肉啊，天气还要暖和的话还要等一等，对，不能太急了，这升温要慢慢升，中间会有几次上下，而且会有降雨，当然可能零度的天气就完全没有了。之后零度的天气应该是不会有了。今年的天气呢比较诡异。前段时间我在院子每天晚上还要注意一下，就是不要把那个，就怎么说呢，就是要小心一下那个水管，包括电好了。要小心一下水管和水龙头，万一怕零度以下的话，水龙头给冻裂了，每天都要拿毛巾啊，把晚上睡觉之前把这个裹上。开火啊！开火！今天开火了吗？我跟你说一下，这个火呢可能用不了多久，等会没火了你叫我一下，后面一瓶随时准备好啊。听到了吧？随时准备好，放哪儿了？我会放的，你就没有火了，你告诉我，我可能没有这么注意啊。我现在思想很分散，没火别奇怪，就是说一下就说大吵大闹说那个没火了啊，但随时可能没火，就剩下一个底，但不用的话又不能丢。好，我先吃点喝点啊，多吃点茄子，因为茄子呢是低慢发物啊，它里面不含有这种什么多元醇啊。聚糖啊，半乳糖啊，这东西可以多吃，对人的身体很有好处。这是东北口味的烧茄子。等火烧开，然后再次开始放肉。别忘了给我一个饼，一个饼或者两个饼都可以。今天主食呢，我是吃玉米饼的。我那不大适合吃那种面包啊和面食。比较喜好吃那个粗粮做的玉米面的饼子啊什么的，老婆经常帮我烙一烙，而且那个玉米面的饼子呢是狗也能吃，有时候掺一点在狗粮里面。其实狗啊它不能吃这些什么面粉啊，这道理和那个我昨天跟你说的是道理是一样的。你要吃饼还是馒头？吃饼。谢谢，我手洗一下啊，我可能刚摸过那个手机啊什么的。好，来个饼，我自己拿一个，还热乎着呢。
自己家烙的玉米面饼子。嗯，味道呢还是不错的，就是味道比较清淡。益生菌呢，也不要吃的太多，因为益生菌也会破坏你本身的那个肠络菌群的。这里面要放点黄豆面就好了。嗯，前两天买的嘛，专门买那个玉米面。啊，等我放了就由你来放啊。嗯。嗯，我就做个管我试试，这样最舒服。嗯，今天做的这个茄子挺好吃的，味道不淡不咸，刚刚好，非常可口。嗯。最好的蔬菜，生菜、茄子、西兰花、紫甘蓝，都是非常好的。在欧洲啊，茄子卖的非常的贵。多少加点？嗯，在瑞典、瑞士，茄子要将近13块钱人民币一根，就一根就要13块钱。这么贵啊！但他们的收入也高，嗯，他们的在瑞士、瑞典的是年人均的月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左右，但3万块人民币13块钱茄子的一根的话也不敢乱买，买3根茄子就得40块钱，对吧？40块钱就相当于月收入的我们这一盘子是3根茄子，对。哎，叫什么叫啊？天气这么好，在外头。你把窗帘都拉起来了，他看不见了。哦，他喜欢在阳台上看我们。嗯。嗯。苟言苟语的。开大点，一会儿气要没有了。嗯，吃了一块玉米饼子以后呢，然后就不饿了，慢慢一会儿涮肉吃。最近这段时间好懒啊，啥事情都不想干。好了，羊肩肉片还是春节之前备着的呢。这羊肩肉片都是非常大块的，这是最后一份。偶尔吃肥羊，有大多数时候吃羊肩肉片更有嚼劲。边上呢，拿点川崎海鲜酱蘸一蘸，简单又方便。好，一遍。涮一涮，也别太老，就可以吃了。涮羊肉还是那个海鲜酱最好吃。涮牛肉的话，可以用海底捞的那个甜甜的那个酱。真好吃。吃完饭散个步去啊，时间不用长，一滴滴滴点时间就可以。这个蛋饺这次吃完就快吃快吃完了吧？还有两个。好的，下次再做点汤。
你也吃啊？哎，你还做了馒头啊？我刚刚不跟你说了吗？啊、馒头和这个饼的做法有区别吗？嗯，没区别啊。嗯，就是一样的发面，一样的面，这就是今天做发的一样的面，一个是烙的，一个是蒸的。哦。因为蒸了，下次蒸的时候我再放点糖，更好吃。再放点黄豆面，更鲜软。发的挺好。你说今天早上发的还是没昨天晚上发的？昨天晚上发的。嗯，今天早上发的来不及。我以后呢可以那个下午做，晚上吃一点，啊，第二天早上再吃一点，可以。什么？你看可以下午做，好发面好发，啊，晚上吃一两颗当晚饭，然后第二天早上吃一顿早上就可以了啊。然后每次下午做。嗯，早上做的话时间太长了，然后要到九点多才能吃早饭。嗯，昨天你说晚了呀？你说昨天，对吧？今天如果不过的话，下午再做做。下午再做。不行。加点蔬菜。今天下午看那个买的那个丘陵李道斯的红肠，哈尔滨红肠到几点能够到？如果是。到的那个早的话就来得及，就做那个罗宋汤。如果到的晚的话那也不急，咱们就明天或者后天再做。晚上还吃起来。但你要记住，明天可能会出门啊。嗯。我还没安排好。我现在日子过得糊里糊涂，不想太紧张。嗯，放肉包吧。茄子好吃啊！嗯，我就以前我就喜欢吃，以前你不喜欢吃茄子，我都是自己烧自己吃，记得吧？嗯，加几块就可以。你茄子呢？要有这种东西下着吃。我单 吃米饭就好呀。吃米饭不好吃。好吃。肉拿掉，就放出去了。我不想吃肉，我吃菜。好的，让我吃一个。萝卜能吃吗？能，有还有点硬。嗯，我就喜欢吃这样的，你不喜欢吃你就再放吧。好的。
这里面那个叶子是香叶。嗯。给我掀个盖子，我再来张饼。这点刚够晚上吃的，明天就没有。还有呢？还有啊。啊。如果还有的话，那可能明天就下午就不用做。明天早上我吃两张，晚上可能吃再说了。还有一个馒头。嗯。嗯，好吃，玉米，又是自己做的玉米的。看这个颜色是完全不加任何的色素。还有四张饼。过了。那不用说，明天下午再说。嗯。你这一包玉米面多少钱？我没看。应该是9块钱。好像我买的是新粮的玉米面。那是它不是9块钱，是10块钱。新粮是中国那个粮食集团旗下的，中粮旗下的那个还是比较靠谱的。这玉米面这东西不敢瞎买。放肉。把蛋饺给它翻个面，应该熟了。这不应该没了。嗯，还没有压力的声音。我吃一个蛋饺，好了，我吃一个。没想到过节的时候做的蛋饺能吃这么久。嗯，还有两个。嗯，以后那个每过一个半月做一次，做一次能够吃一个多月。好，这面气啊用完了。嗯。然后呢，我去拿一下。这管气啊，上次刚好就只顺了一个底。就是不用掉的话，不能丢弃，我不会爆炸。好嘞。嗯。那后面呢就舒服了，就中间不会断，是吧？不然的话，总觉得这个等会儿要休整一下，心里有个事。大一点。昨天晚上睡挺好的，一觉那个基本上就睡到6点多钟。那昨天睡的还是有点晚，看看新闻什么的，11点多才睡着的。嗯，吃肉去。好。姐妹们都吃好喝好啊！做两个饼啊，我一顿绝对够。
确定。嗯。很有趣，我一个人这么多吃不了，我快差不多吃饱了。我以前一直不理解为什么狗要吃无骨的狗粮，不含谷物的狗粮，现在我是终于明白了。那你分什么狗？都是这样，所有的狗啊，在自然界里面，它们是原来这是狼，它们是接触不到那种糖分的，所以呢一旦吃的谷物里面有这种就是多元醇啊，什么聚合半糖啊，还有乳糖这种东西，他们就会发现肠道里的那个含糖量就不多了，大脑就发出指令要把这些糖稀释掉，不然他们的胰岛素啊是不足以分泌这么多的降糖的成分，这样的话你浑身血糖就会高，容易猝死，所以就会导致他们的肠道里的水分就过多，然后就容易拉稀。人呢，因为确实是有部分的农耕民族，他是比较吃谷物吃的比较多的，所以相对来说耐受性比他们好，包括喝牛奶。但是也不是各个耐受性都好的。我这个肉差不多吃好了，我吃饱了。你再吃两片。哦，我再吃一片我最多了。嗯，这个我已经连这个有点吃不下去了。嗯，别人可以不吃。饼要吃，这个要少吃。这个是主食。你就像这么两块肉放在这儿，你把它再放起来，冻起来，下次做汤里随便丢一丢就行了。如果你不吃的话啊。我不吃。我也不吃。多吃啊，就是毒，吃下去的不是营养，是对你身体的负荷。你还有什么东西要往里面塞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关火了。关火吧。嗯。你不吃肉的话，其他东西就也不放。嗯。剩下那个蛋饺我也不吃啊。嗯。剩下那个蛋饺我也不吃啊。那就扔掉。嗯。好，吃顿小涮锅，吃好了啊！大家吃好喝好啊！啊，下播休息去了，拜拜。